上面拿错箱子了。这不是我的房间吗？这不是我的房间吗？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。我有个朋友呢，他最近想离婚。这是你们在船上拉的证书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只是演一场戏吗？看来是弄假成真了。他们有孩子吗？没有，那就简单多了。你想怎么负责？身为上市公司的 CEO， 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，面对商业上的危机，我可以冷静在脑中推演出至少三个完美的解决方案。但是此刻，就算我再冷静，我也只能回答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孙子占了我女儿的便宜，让她怀孕了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亲家母啊，当然负责呀。从一个男人怎么对待女人，就能看出一个人的为人。迪伦，我是想告诉你。你要跟异性保持距离，你再已婚女性。谁说我吃醋了？我是担心那个迪伦，他跟嘉欣走太近。陈嘉欣，你没吃醋吗？想想远在欧洲的安娜，一个人在国外多么的孤苦伶仃。轻巧，轻巧，一切都是轻巧。我对他没半点意思。过生日要开开心心的嘛。哎，看那边。Love is easy.以后就交给你了。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爱上我？我要的就是你，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。我真的不应该随便在这上面填上自己的名字。哎，你千万别这样，不然别人以为我是渣男。绝对是渣男。